下面我演练一下孙禄汤优身八卦连环掌。这个连环掌啊，它就是连环呐，循环不断啊，它拉来拉去，它运动啊，优身啊，如游龙一样。 掌呢？它这掌的损势的东西啊，它这个掌啊，它跟边尖不一样，边尖有牛舌掌，啊，损势呢是八字掌，这食指要挑，形意是跟鼻子平行，它是跟眼平行，啊，望眉，它是抱紧螺旋紧，啊，它不是伸进了，啊，螺旋呢跟拧扣一样，裹抱着撑着。 这手啊，跟这后脚一道直线，这是个圆心，啊，这是个圆心。这个八卦掌，损势八卦掌，它的原理别具一格，跟边尖不一样。它是以进取助身，圆取助物。 始作八卦，啊，他始作八卦。他因为啊，浑身一身也是八卦。他拿啥？他拿这个透啊，为乾，啊，小斧，他为地，啊，小斧，为地呢？ 透是乾也是天，天地，啊，后边的阳气上去，阴气下降，入丹田，后顶轩，过百会，啊，也叫尼姑庵。小斧为坤，啊，乾坤，啊，这是乾坤，这是他的代表，乾当坤女嘛，啊，阴阳变化，是他是用这个乾坤坎。 他用这个双耳啊，这个耳为坎，在无形灵啊，坎它属水，在内脏灵，它属于肾，所以说这个坎为水，这个肾气不足，这俩耳朵有命，啊，要发明，啊，耳聋，啊。 这两耳，啊，代表这个坎，这两目呢，两眼呢，它用什么代替呢？用离卦，啊，它用离卦，代表这两目，在五脏里属于肝脏，啊，它属于肝脏。 在无形里，它属木，说这肝脏也不好了，这个俩眼呢，啊，它发黄，它发黄，所以说人呢，他要加强锻炼，疏肝固气，是乾坤坎里震卦震，它有个八字嘛，八个八卦嘛，它的震字。 代表着足，代表着足，人有立足之地啊！啊，天地人呢，人在中间呢，站着，啊，人的肢体，前面这个足，踏着，啊，踩着呢，啊，脚踩，啊，脚踩大地，啊，头顶蓝天，啊，天人合一，它是往前推，它跟边尖不一样，啊。 这是八卦，啊，乾坤，坎里，震，艮，这手它代表艮，这手啊是不是缺不了的？那人这个两手，它一个是劳作，应用在武术里，它的技击啊，它的兵器，啊，它这产生阴阳，手心呢为阴。
手背为阳，那是我翻起来，啊，它颠仰了，阴中阴阳，阳中阴嘛，它螺旋变化，优身，八卦连环，不停，一直得绕，一直得围着吧，这步要绕，啊，这个圈儿啊，是空白，人在这儿形成。 一气奥妙在这圈中啊，不停地走动。啊，它这个八卦呀，乾坤、坎离、震艮，这个巽代表骨，这边俩腿呀、啊，俩腿就是战马，啊，在八卦里都战马行走。 他用这个对，代表这个口，人的嘴，啊，什么拳头都口出，啊，这口，但他呼吸用鼻吸鼻呼了，啊，俯身呼吸，气沉丹田，气鼓荡，眼从食指这儿，啊，看敌人或者呼吼着，啊，看他，这是进取助身。 这个对卦，代表着口；元曲助物呢，这个牵呢，代表马，啊，这个动物啊，其实什么都是一种符号，啊，便于人们记忆；坤呢，它代表扭。 乾坤，牛马，坎，啊，代表猪，离，代表杵，这个杵啊，在飞禽里啊，山鸡、野鸡、羚啊，它统领之威啊，它这变化相当快。 啊，它取动物，啊，一种符号，形容它，啊，牵，啊，牵是马，啊，战马，啊，牛耕作呀，啊，犀牛望月呀，啊，牛啊，耕豁的，啊，这都它这里头都会藏着爆发力，啊，马有集体之功，啊，还有吹缰之意，啊，哎，它这动物啊，它象形取义。 震卦，代表龙啊，啊，青龙飞升啊，这个龙啊，啊，伏龙登天呐、啊，震卦，艮卦，啊，它代表狗。 独立之能，这个鸡呀、
经济独立，都令之威，都令之威，这吉。对卦呢，属阳，属阳。说咱们家养的那个羊啊，它属于动物，始作八卦，元曲助神，元曲助物，进曲助神。这个八卦掌啊，这个八卦损失八卦呀，他把这个钱啊，它全数里啊，它全数里，它为。是为实行长啊，为实行长啊，实行长啊，狮子张嘴啊，有金头拖刀之枪啊，鳖家他也叫拖枪式这是狮张嘴这前掌啊，腰的穿领狮张嘴护着这护着个天庭，拖着狮掌。这是实行掌，这乾说乾卦，坤卦是临行掌，叫麒麟兔鼠临行麒麟兔鼠这个临属于麒麟掌可以麒麟掌，变化很多的了乾坤。那是坤卦代表这个麒麟掌。坎卦，坎卦代表蛇形掌白蛇缠身，白蛇通心它蛇形掌离卦离卦。它代表妖性掌大马翻身它是妖性掌，代表它走出大马翻身的劲儿它幽深嘛，连环嘛连环不断嘛，是八卦损失的特点乾坤坎离震卦就是穷龙为人嘛，龙行掌龙行掌可以斩平斩也叫平托。乾坤坎离震艮卦凶行掌它凶行掌把这横进了把关凶行掌这穿的黑云探掌有翻身的黑云翻身的不停地走动巽卦巽卦是凤行掌凤行掌狮子滚球滚球一样凤行掌滚球螺旋左右螺旋旋转不断左旋右转坎为水呀坎为水呀这蛇形掌蛇形掌摆布如蛇一样你如蛇一样它是变化很多的对后形掌后形掌
脱套，啊，教练，啊，这猴形啊，它变化很多呀、啊，游龙一样嘛，啊，但它始作八卦，它用这个几个动物，但它的步伐，它跟别的家不一样在哪儿呢？趟地步，就是趟地步。别家是鸡腿啊，金鸡独立等鸵鸟鹤步，你看想和他抢一下子，离之外扣啊，离之外扣，损事的我就是趟地步，趟起来如游龙一样，但他重心他也有，只干水上的，只看水上的浮再走，不看水流，稳着坐轿。这个损势八卦连环掌啊，绕圈儿啊，虽然是绕圈儿，但它也有桩功啊。我把这桩说一说。这个狮子梢跟岩煤漆，这个狮子梢虎口在中间这儿，它如腿磨转螺旋，它转这儿啊，当腰圆45度角，但是它的步伐是斜长方形啊，斜长方形这步伐啊，这叫船字步。虎口要撑圆，食指要挑，这仨尺四个飞钩，四只飞指，手心要往这缩进，肩往这抽进，胯往这抽进，有上托之意，还有推之意。这八卦掌天地阴阳之和啊，他主要是练这个天地阴阳之和啊，他用这个用枪杆跟这训练捆对八个卦，代表这个八卦掌俯视呼吸，两肩松沉啊，坐胯，他这胯呀，他要求啊又往下呀，又坐胯啊，坐胯含胸，两肩要松肩啊，气力啊，他可以下去，要坠肘，肘往下坠，松沉，脚底啊，食指抓地要空啊，手心要空，心空，头顶啊，舌顶上下趟啊，它的顶，它顶完了，前面是任脉，后边督脉，提肛，肛门要提，做缩骨道，提肛，清气可以上升。舌顶啊，引气可以下降，主丹田，回归丹田，松沉啊，要松沉啊，气要往下吹啊，头往上顶，头顶旋，舌顶，手往下往前，连推带顶啊，推着啊，它拧劲呐，它是横劲的，八卦是横劲的，形意是直劲的啊，八卦是横劲。因为啥？这就是圆点啊，这是圆点，它绕的时候都绕它啊，以这个点啊，以这个点啊，绕的这个点啊，使用的时候它都绕的都是针啊，把这脚过来，这脚过来，坐胯啊，也抻肩坠肘，含胸八背啊，缩胯也叫抽胯抽肩啊，沿从这虎口这看人啊。前面3分劲儿，后边7分劲儿啊，损势的是，他怀抱婴儿如怀抱婴儿啊，啊，这俩肩往下吹，还有果抱劲啊，他有果抱劲，如怀抱婴儿有果抱劲追着。下面就让他转一遍，把孙子汤这个八大掌啊行走出来。
第一掌，胆子换掌，第二掌双换掌，沿轴鹞子钻天，掰蛇覆草，啊，这叫双换掌。第三掌狮子张嘴，青龙反手穿掌，黑虎出洞，青龙转身。第四掌，麒麟掌，撩阴，后撩阴，穿掌，大鹏展翅。第五掌，蛇形掌，白蛇覆草，穿掌，扣步，黑虎出洞，青龙转身，用单换掌变过方向来，黑虎出洞，青龙转身。第六掌，凶形掌，第七掌。怪蟒翻身，第八掌，龙形掌。青龙飞升，船长。后部狮子包丘，第九掌，狮子滚丘，狮子翻身，狮子伏地，
第四章，这叫白猿脱逃，也叫白猿献果。练习八卦掌，它跟这个形意拳、泰拳理论是相通的，啊，下边我们拆解一下孙氏八卦，啊，孙氏八卦连环掌的手法，拆手，我俩单换掌绕，啊，单换掌绕，第一掌单换掌，啊，打手的走，啊，单换掌打手的走，啊，它随意的出来，啊，随意的出来。嗯，啊，他不进攻，我进攻，啊，我俩不停地在绕，嗯，啊，这都个是八卦手是相当妙的，啊，我走他个单换掌，啊，这都是单换掌，又单换掌穿他，啊，这叫青龙反手，啊，青龙反手，啊，单换掌，扣住他，一步，第一掌单换掌。青龙缩尾，一扣步，哈，啊就可以，啊继续绕。八卦就是绕圈儿，星装它就是星装，啊啊这一雕，倒走，啊青龙反手，这个青龙缩尾，左右旋转不停地转。啊，哎，你看，他也来，啊，我还继续打他。我不知道他出什么手，啊，但是我是随意的变，这八卦掌，随意的变，啊，又挂着他了，啊，这又轻了反手，又出去了，啊，轻了反手。这第一掌，变化相当多，啊，随意变化，啊，这八卦掌，乐意。六顺啊，看这八卦啊，八卦这么都可以啊，第一掌轻龙反手，随意他不动，还则罢了啊，还是八卦啊，白手浮草啊，白手浮草啊，第二掌指白手浮草，啊，立刻我的扣住他步，他的上掌，他不用他下来的时候，买着他的脚，扣着他的步，八卦步嘛，就扣，踏他这个膝盖，打他这个关节，给他踏着，啊，这个八卦掌，啊，你看他那啥是，上可以伸，下也可以缩，啊，看，这一雕，还是白手浮草，嘿，都可以打。我还可以进攻，进攻的时候他右脚过来了，啊啊，你随意过来，我绕过去摆动扣步，啊这啊还叫啊白手浮草啊，都可以啊，都可以白手浮草，这个单换掌啊变化呀很多的，这踩住他啊，无意中我都踩住他了啊，他都往这撞，这也叫白手浮草啊，踏他啊，变化很多，嗯啊，叼他啊，把我往叼他扣他这个步，啊，这也一种变化。双换掌，啊，眼肘，啊，他不管怎么来，是吧？看，可以背射他，
沿着船长往上走，往他侧面啊腰子钻皮嘛，啊翻身啊继续打破他啊，这沿着腰子钻天啊随他过来，这都是船长摄行长啊，摄行长他不管怎么打他过来，摄行长就是神行步伐，关键神行步伐他不管他怎么来啊，这拜师吐信啊，就啊排查啊，这摄行长拜师缠身，他不管怎么往那儿打啊，拜师缠身啊，麒麟掌啊，他怎么来不管他怎么来，不管怎么来啊，看着没，这叫青龙错的啊，青龙啊错的麒麟可以摆动啊，可以转身啊，可以转身啊，麒麟转身反打也叫大鹏展翅啊，这麒麟掌把任意给他变化一个，看，啊，啊，狮子张嘴，狮性掌，啊，他不管他随意变化，啊，嘿，狮子张嘴，立刻他穿上，啊，他随意他破我，啊，不管他破，你看，又穿着他了，啊，狮子张嘴，啊，随意，大马翻身。也叫怪马翻身，我这一打，哎，啊，他踩着我了，啊，踩着我胳膊了，背我胳膊，啊，背着我胳膊了，啊，这都可以破，啊，都可以破，啊，我这一穿他，他又踩着我这胳膊了，他背我胳膊，哎，啊，立刻就穿他，啊，可以踢探他，黑熊探长，怪马翻身。关门人在他骗他啊，这一拨这又一斩他啊，翻身嘛，关门翻身，哎，插他啊，叼着插他或者摔他，哎，这都变化啊，这八卦的手法呀是生穿的，起钻落翻啊，起钻落翻，起也打落也打啊，打起落啊，如水中反浪啊，机轮子用机轮的循环不断啊，你看八卦啊，来回螺旋穿啊，来回螺旋，这八卦掌啊要调它，起为横落为顺啊，它多少次绕圈，起钻是穿八卦啊，起钻是穿翻啊，凡是打起打落也打啊，这是八卦，是八卦手法，无处不螺旋，钻过拧盘啊，好看，好家啊，我立刻踏着他啊，哎啊，这八卦手法啊，船长啊相当厉害，他一踩，哼，累怎么打怎么打，他踩他走后啊，因为八卦是在动之中动啊，动之中，你看斩他，看，啊，有八八六四掌之说呀，八卦啊，它是变化的东西。啊，它是变化的东西，你看，啊，它都缩后来了，看，那这八卦，啊，拍它，看，给你开开，那八卦，
射心，挑撞撞他，啊，挫他，穿掌，搬腿，看这手法相当妙，啊，一挫就走啊。什么也离不开起坐落凡，看，啊，他怎么摆动？我空而不空，看，八卦这个鸡腿啊，绕是绕啊，不停的运动，不停的绕，游击战。八卦是一员打点，啊，一员打点，行，一点打远都得一员打点，啊，不停的运动。互相缠绕，哎，他穿，总是走螺旋，他总是在走螺旋，雕。互相缠绕。啊，八卦互相缠绕，不停的动，啊，不怕他颠来，看，看，啊，不怕他有七脚。手法相当灵妙，我给他使腰子穿进，嘿，嘿，哼，是猴姓张，孙氏的八卦优势连环掌，猴去，啊，拖住。提起铃铛，送他。他不管怎么打，看，后劲，反错，出动入动，白眼相果。都是相形取意啊。在运动，不停的运动，不停的动，哎，看，哼，啊，踢，搓，啊，踹，哎，捆住他，八卦掌，啊，迈着他后脚。推出去，我给细节的说一说这个单换掌，这个单换掌啊，它这个挥身呢，它都是里八字啊，外八字啊，是白脚的错动八字。他穿的时候，假设对方单风贯耳，啊，单风打来以后，这个单换掌不要横拨，不要横拨给对方加力啊，打自己了，啊，这追着走呢啊，不要横拨呢，把自己打坏，啊，他的东，他损失的东西，他是转错挂，往上挂，我挂以后起钻落凡劈打，啊，转身嘛，请转身。他这个黑虎出动，这个损派的东西啊，黑虎出动，他不管他怎么打过来以后，看，
这儿先展住以后，他这儿穿，他从中节上穿，中节不明半上空啊，为中节。穿的时候这叫黑虎出洞，啊，你看直接击他到根节，穿错到根节，这有利地形了，一翻啊，对方都出现，就这么简单，啊，这是细节的说一说这黑虎出洞形容转身。这个损失八卦掌的它这个特点呢，啊，又简练，不翻锁啊，你看这都穿，这穿它都翻，它翻，我，它又穿又翻，你看它又滚动，我俩不停在翻转啊，不停在翻转，它双换掌呢，对方来了以后，他不管怎么来手。他把那个慢镜头，他先演，啊，他这个演肘啊，他跟长枪不一样，他长枪是磕崩，他演的是他是错眼，往上错，啊，错着演肘，错着演肘以后，他这个手啊总在中间待着，啊，往上钻，这脚上去，目的是什么？八卦它是转圈的东西啊，他绕他，他绕他，打他这个胯，这个肘随意的。把他这根节都给挂住，啊，都给他挂住，啊，这个双换掌啊，这个损失人的，是吧？不管他怎么出手，啊，我任意演，啊，任意演成，哎，这就黑虎出洞，黑虎出洞，你看这损失东西，他直接都转错，传来了，就这么简单，你看，你看，啊，这都单换掌都这么简单，他这因为他在这儿封闭的。他也讲力学原理啊，啊，物理现象的三角支撑力。他狮子张嘴，啊，狮子张嘴呀，他也在狮子张嘴，我也在转错，踩他，啊，随手就挂，啊，都穿他，啊，还可以拖这狮子张嘴啊，可以拖他，给他拖起来，啊，还可以错他。这狮子张嘴，他的麒麟掌，哎，他可以踢弹他，啊，踢弹他，我过去马上，啊，这又买住他脚，啊，关键是买步，啊，是，哎，他不用他动，他这个螺旋的转速他不用他动，啊，这是我的细节的这么讲一讲。麒麟，所谓麒麟动书嘛，啊，他随便他动，啊，八卦传掌，是他传上了已经，啊，他上手他随便动，看，腕打，啊，腕子打他，啊，看，啊，他的锁后我这就穿他，已经穿到后，变得就这么快，他总是摩擦在动，在运动，啊，你看，啊，我一切都在动之中。看，我俩就绕过来了，啊，这个麒麟掌啊，它有个大鹏展翅，啊，有麒麟吐书，啊，它不管怎么来，啊，它不管怎么来，你看我停，看，它是面不打来了吧？丢它，麒麟啊，这手就问他，啊，就是这插喉，啊，随便他还运动，看，看这又插喉了，随便他动。啊，走是船长，啊，他一来，他往我脸穿，我也不怕，啊，等着他，看，啥，摆动，转错，螺旋，放，啊，蛇形掌，啊，基本的用法，啊，就看着他，啊，他白蛇突进，他看着，啊，这一反。翻的时候，啊，肘，啊，这肘啊、后心呐、啊、都可以使啊，啊，他跑也不怕，他肯定要动。看，他这个斩我，啊，啊，蛇形，撩阴，啊，穿，啊，随便穿。他，啊，这变化很多的了。黑熊反背，
我这一来，他踩着我手了，背着我手了，背着我胳膊了，看，背胳膊了，捅他这就是驼儿。啊，黑猩探长，他这是驼，啊，他的套路是扣步，这么驼，这么驼，啊，可以踢探他，但他这掌他可以撂下来以后怎么办？嗯，总在缠绕运动。怪马翻身，啊，他都别过来，啊，我给他虚情假意了，啊，是吧？他这变化很多，猴行长，啊，随，看，拖，啊，都可以使，他双手扑过来，这猴行也可以拖。他扑我的时候，嗯，都可以拖，拖翻，合来的，起坐落翻，哪个也离不开起坐落翻。轻重作为，啊，轻重反手，扣八字儿，挑穿，骗，轻重反手，穿，啊，又坐着进，啊，后手又趁着进，这手不动，扣八字儿，肘这穿。黑虎主动，轻重转身，边走边变，自抱球，扣步，十字滚球，十字翻身，十字滚。转过来，这时候不要太高，这是护着脑袋，裹抱的，啊，十字伏地打圆心，穿它，猴行长啊，这也变着步来，螺旋一样拖着。就扮演相果之称啊，俩肘要并，要猴要吃套一样，拖着，拧着，啊，这为肺啊，啊，心五脏人，呼吸要匀称，稳住坐轿，趟地步，扣把字儿，也可以坐太眼。黑虎出动，转身，搬相果，啊，也叫搬相果，他是横劲拧着劲的啊，扣把字儿，白石浮草，黑虎出动，轻重转身，变挡翻掌。轻重反手，穿掌扣八字，平托掌，展开，如凤凰旋涡一样。扣八字，轻重反手，穿掌，打翻掌，手势